好时尚哦。也欢迎收看抱歉的培根的频道，耶、yeah, ！太开心了，甜甜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呢比较特别，是我们这次来曼谷，虽然是来买礼物的，但其实我们只有两天一夜的行程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玩乐呢压缩在两天一夜里面，所以其实蛮紧绷的。很赞的是，我们这边离十美咖啡厅跟 GoGo Bar 走路只要十分钟的距离哦，超酷的。甜甜晚上是很兴奋。第二个麻烦的是，哎、欸，万一林丹晚上一直跟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脱身怎么办？我才没兴趣。好，你跟哥帮你想办法，帮你达成你要目标，好吧？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vlog， 耶！我不是孙生啊，我不会这样。我们现在来到按摩店了，那他说这边脚底按摩，换裤子，我太急了。现在我们来。泰式按摩一下，这间的风评是最好的，星星最多的。你不要看它感觉好像很普通哦，这种越普通的店啊，效益才是最好的，在台湾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。一个小时后见，晚安。我刚按到睡着，你有没有？嗯，有。它超强的，而且它要放这种很。静心很佛教的音乐。如果我们以后来曼谷啊，我们约定一下，每天都按一次摩。可是纯按不是黑的。看到林丹了，这个迟到大王雷包林丹。请问你是翻舞男的林丹吗？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很久哎、欸。怎么只有你一个？走到我前最前面那边看。不是，我们上次逛那边夜市，在那边这个哪是夜市？没有夜市在里这个里面，这个后面。真的假？好吧，那我们直接走了。可以逛逛一下啊，因为泰国很便宜。试一下，怎么现在才见面我们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为什么睡过头？不知道。我们边走，因为这里太吵了。没有，因为明天把闹钟七点设到下午七点，所以我们就睡过头。这里的夜市烤鱼超好吃，才200多块而已。那你觉得我们要先买东西还是先吃？先买好了，因为比较急。对，因为感觉摊子要收完。我是火影，我听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件很帅、欸，那件很帅、欸。知道是什么吗？六道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耶、欸。对。好啊。Hello, I want to this. How much? Naruto. Yeah, yeah.多少、啊？250, 好便宜哦。OK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买这一件。我买约翰蓝哦，披头士跟猫王的。他传给谁？我老师。哦。哎、欸，没想到你竟然会送给你老师，太感动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送给老师都便宜的，送给女生都一两千。他送给他的老师，吉他老师。对。John Lennon， 你觉得哪个好漂亮？因为我想说这里衣服39块那么便宜。我跟你讲，来泰国一定要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檀香哦。蜡烛吗？对啊，这是蜡烛啊。酷哦！哎、欸，这个小吴应该会喜欢吧？是蛮有特色的啊，在台湾没有。他还有，但是小吴有、啊，他自己就有啊。他有吼啊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嘞，这个嘞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这艾瑞斯喜欢，艾瑞斯喜欢大衣机啊。下面这个卖完了啊，把手。对，你喜欢的把手。这个是就会香香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买这个黑色的黑奶，黑奶可以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！啊，这是复古的相机，对不对？是 APS 的，就是以前的那种。对，但是它底片又不一样，你可以进去看。这是以前的，我觉得小吴会喜欢的、欸，因为他很喜欢拍照。然后这都是哇，好古老以前的哦、喔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先保留。哎、欸，好可爱的狗、喔。这个。你要买给曲艺哦。对啊。我现在是讲小吴的东西，你在跟我讲。但曲艺比较重要啊。怎么办？买一个笔给你。笔笔对啊，你那么多还有吃吃啊。每个荧幕情侣都要照顾到。笑死。那你对于这次的两天一夜快闪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就蛮匆忙，但是
应该有3到5个小时都在车上。对啊，很可惜耶。不会，我觉得至少玩到，因为我今年出3次国，这是第3次。而且曼谷上来过一次，所以这次就还好。这次就是换你带甜甜飞了。对，耶，礼物买完了。买超多的。哎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喽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要继续逛街了。好啊。因为我跟甜甜已经很累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了。哦。那我们想要减胖。你很累哦，前面太累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搭车太累了。是的。对啊，而且我们。对啊，还睡过头，笑死。每天工作的好，那你们回饭店吗？好，对，拜拜，谢谢蛋。哇，哎，讲到逛街，女生体力用不完，拜拜，太可怕了，拜拜。好，走了，赶快去洗，林蛋没发现，赶快走，走啊，他走远了。哇，终于甩开林蛋了，终于轮到我们两个男人的世界了，这才是我们真的来曼谷的目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妈，哎，刚林蛋礼物挑超久，我以为今晚没有时间来这边爽，决定要带你来补偿一下，带你来这个号称曼谷最屌的蛇美咖啡厅跟 Sogo Bar。讲完了，应有尽有都在这边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过去的路上，快到。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来曼谷啊，我在那边玩超多的，可是我有点罪恶感，所以根哥决定带来这边受洗一下，对不对？决定把二几年的身上的污秽跟罪孽全部都洗一洗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Gogo Bar 怎么玩？是看到你喜欢的小姐，你只要花200块的酒钱，把他们包下来，他们就下来跟你玩。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甜甜，看到了没？前面那个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想把女生带回去的话，大概要花3000块到5000块泰铢不等。准备好进去，好好爽爽了吗？好啦，那以下画面呢，因为被黄标，所以不可拍。那就给大家自己想象喽。我们明早见，拜拜。甜甜，这2天1夜就像这么快过去了。是，我觉得真的过得很开心。是，因为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可以跟我这么好的朋友一起来泰国玩。我讲真的，这次旅程啊，是我有生以来出国最好玩的一次。啊，有吗？我觉得真的很开心。那可能不是我出国最好玩的一次。认识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那不然甜甜，正好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这支影片流量破100万的话，明年庚哥带你去大阪玩一个月，包吃包住，全部都我出，怎么？表示说在你心目中这支不会到100万。没有，一定，我很有信心的。对，来，各位网友听到了吗？为了甜甜的幸福着想，大家一定要这支流量刷起来，可以吗？答应我。哎，这个我真的有行动。嗯，好啊，以上是今天的影片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想看庚哥去哪里玩的，记得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。